小提灯，喜妹，我们那个小妹妹，还有我们的这个小朋友，先往后，先往后站一步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有请市长来到中间，你们可以看到呢，这个喜妹她样子造型非常的可爱，跟以往的设计结构有点特殊，不大一样，所以呢，接下来我们就要有请这一位我们的设计师，她也曾经荣获十大杰出青年，我们有请红心布老师来到舞台上，老师您好，站要坐，<笑>哦坐着，不同的姿势，还会走路是吗？<笑>好可爱哦，喜庆洋洋，福气满满。这个灯笼做成说有立体造型的哦，可以站、坐哦，还可以跑 ，OK， 好吧？那反正这也是文创业的哦，那今年设计的不错，还有这，哎、欸，你们怎么也在唱嗡嗡嗡啊？<笑>这是来吐槽的是不是？不是啊，代表很欢乐，大家很勤劳，辛勤的一年像蜜蜂一样忙碌这样子。好好好，是是是。